我操！我卡了一批，后边后边小心。后边倒了。我操！我巨卡，兄弟。我好像调错什么东西了。后面防具还有吗？可以。露天我你们喝。不是皮卡是带斗的，然后那个操作是带斗的。打了一个，这不直接上，这不直接上，这不装。走。对对对对对，在你的右边。我操！二楼有一个。牛逼！我操！你个逼车。放放烟。你看一下二楼。爬不进去，爬不进去。二等二等。扶他，你扶他，我丢雷。我操！对，二楼还有一个，还有，去帮我在门口加血，就在两个房子中间，知道吧？二楼倒的，倒的，两个房子中间倒的。OK。嗯。跳沙了。二楼是不是？不知道，还在，还动着了，我挺着。哎，有车声。打枪头。哎呀，真是个狗啊！运气好，你不打一枪头，他都死不了。盒子，牛逼！石头的还在，我要下去。王哥怕了呀，之后呜。哦先扫出去，我去看左边，左边倒了，这逼，我补一下，我补掉了，舒服。哦，他那石头山圈啊！哦，那石头没法，这个搞这种，他马上不在圈了。没事，我反正我就架死他。咋提前枪啊？倒了！我操！他是点挂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是点挂。补不掉，我打倒他了。我操！刚才就是被他打的移动靶吗？是的，移动靶一。对面上头全是火靶。我操！我怎么击倒一个？他难道能扶吗？补掉了。Okay. 防区有仨好像，防区三个，你们两个，坡上两个。倒了，防区两个，金标房子里。收到了。我操！抖音身位，没打过他。battle。牛逼！哇，这边，我这个。全是红的，兄弟们，我们好牛啊，兄弟们！别学呀，真牛！